小卖部，哦，好，千万别看到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 干嘛？该走了。哎，好了，可以出发了。我们今天只拍摄大东村的人，仙哥好像不是大东村的吧？想甩掉我？没门！咱们一块儿去吧。仙哥不去也行，我怕忙起来照顾不到他。一起吧。 正好我刚吃完早饭，想消消食儿。慢点，往后一点点。对，好，别动哦。能请你帮个忙吗？ 要干嘛？我可以帮你啊。不用，浩哥，你今天也是我的模特。这次出来，我们又带摄影助理。没事，如果仙哥不想帮忙的话也可以，大不了我多待几天，是吧？林宪，你快帮他一下。你最好拍完赶紧走。生气了吧？这才刚开始。 说吧，怎么帮？待在这儿别动，保持画面的干净啊！就这？相机对于摄影师来说比生命还要重要，你帮我看好点啊！有东西，稍等。哦，什么东西？你别动，装个花。好，可以了，别动，我来了。哦，好，来，我们摆一下 pose。林谦，这你都能忍啊？我都快看不下去了。这有什么呀？子枫。 有什么样的摄影？别紧张，这再怎么说，人家小满现在也是有未婚夫的人，这个苏子枫也不顾忌这个。稍微的，哦，对。苏子枫，我看你今天是不想好好拍了。拍摄还没开始呢，你干嘛呀？林宪，你干嘛？放开！我不放。放开！你先放。你那放手。 小满，你也是的，你都是未婚夫的人了，你也不注意着点。说什么呢？小满和子枫就只是好朋友，有什么需要注意的？是啊，仙哥，你是误会了，你自己心里明白。
我觉得子枫拍宣传照对大东村来说是件好事儿。你就不能跟他保持点距离啊？你要是再这样，就先回去吧。你是想把我气死吗？ 按照刚才那个姿势，好，OK， 别动哦，可以往侧面一点点，笑一笑，来。江浩，你那手能不能自然一点啊？你学学小满，学点小满，可爱一点。好，来了，来了，3、2、1。 再来2张，再换个号。好，最后一张啊，拍完就收工了。3、2、1，好，你拍完了没有啊？不是你催人催人，你看不见吗？滚！滚！大哥，拉我！大哥，大哥，你刚刚不是说相机比你的生命还重要吗？ 带子要断了啊，你自己考虑一下。林哥，你快救他呀！我不会游泳。你没事吧？ 哎呀，简直胡闹！哼，眼砸了吧？别装了，有这么冷吗？知道你不喜欢我，真幼稚。但你也不能害我呀。难道是我推你下去的吗？来，喝点热水，暖暖啊。 但是你明明可以拉住我的呀！我当时是可以拉住你，但在那一瞬间，我突然想起你说过，对于一个摄影师而言，相机比他的命还要重要，这是不是你说的？林夕，少说两句。我救了比你命还重要的东西。 你是不是更应该感谢我？什么？你看看我一个病人，林夕，你能不能不要再刺激他了？子枫都着凉了，你让他好好休息一下。不行，这是我的床。你就不能让他一天吗？我，小满，我有点头疼，要不你先让他出去一下吧，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。 周小满，你去干嘛？子枫今天受凉了，我去帮他把衣服洗了。他自己又不是没长手。 人家都虚弱成那样了，我帮他洗衣服怎么了？我看你是真没脑子了，随便你。哎呀，眼前这幅画面，真是让人身心舒畅啊！说吧，你来大东村。 目的究竟是什么？你应该知道啊，小满，还是我来洗吧，小满。哎，你别过来，你快回去休息吧。没事，我来。
会想起拂面暖风轻轻我微醺，想起你